好，我是新来的转学生，我叫宋左儿。哎，我听说你介绍转学呀？是吗？为什么呀？我招人待见，嘿，土里土气。坐这儿吧。下课了，下课了哈！今天的课后作业是33页，还有那个练习册的112页哦。我谁也不想跟，为什么要让我做选择？不完整的旋律，不完整的歌曲，你是否听得出来？我脱了一半，最近世界有点奇怪，好像缺了一块。不完整的旋律没什么结局，却是我真实的声音。不完整的旋律填满你我不完整的感情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对不起啊，我就是想跟你说声谢谢。你没什么事儿吧？我父母离婚了。其实好些事情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。离职转学，其实是因为我姑姑一直换工作。我从小跟着他生活，我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不在了。对不起。
伤心的时候，就不应该再唱悲伤的歌了。唱点欢快的歌多好。如果这世界复杂，虚假喧哗，我用尽我的一切奔向。这不是我的歌吗？你写的词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刚才看见你在写歌，我就。可以啊，你挺有才的呀。哎，说真的，你也可以选择把眼镜摘下来，去勇敢地面对我。我先走了。哇，写了这么多了。歌词写怎么样了？我写完了，但是对不起啊，我又要转学了，不能和你一起唱。不是说好一起唱？说真的，你这朋友真的当的，我开玩笑的，没关系，我相信，不管你去哪里，我们都会再遇见的，因为我们是最好的拍档，对不对？青春逐梦，行思远恩。我们回眸过去，你们有好友的相伴，有良师在旁，所以你们可以遇见更好的自己。2018年启明中学高三班的同学毕业典礼现在正式开始了。
下面有请年级优秀代表侯明浩同学上来发言。侯明浩，感谢学校，感谢老师对我们的帮助和栽培，今天我们毕业了。耶、yeah! 其实在每个人成长的过程中都会遇到一些人，因为有他们才可以使我们从成长的低谷中走出来，给我们力量成为更好的人。我的生命中也有一个这样的人，他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最好的搭档。本来有一首歌我们想一起唱给大家听，可他去了很远的地方。今天这首歌我来唱给大家，也唱给他听。是不是孤单过才学会长大，是不是分开过才懂得牵挂，如果说朋友不怕洒落天涯，此刻我却想在你身旁啊。喂，怎么不等我啊？不是说好一起唱的吗？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如果这世界